包，各位同胞，我哋喺度，我哋左翼廿一，而家做一个签名行动，希望大家过嚟花几秒钟嘅时间签个名，声援陆丰乌鲁木齐嘅村民，佢哋为咗自己嘅民主嘅权利，为咗自己嘅权益，正同当权者进行抗争。虽然今日省委已经同佢哋开会，但唔代表佢哋嘅诉求最后真系会实践得到。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事件，俾最一啲道德上面嘅支持佢哋。希望大家关心下我哋同胞嘅生活，佢哋用自己嘅前途，用自己嘅生命同当权者抗争。我哋呢度花几秒时间签个名，俾少嘅支援佢哋，等佢哋知道外界而关注呢个事件，俾咁多压力政府共产党。希望佢哋能够正视村民嘅诉求，大家希望我哋可以签个名。多谢晒。我哋系普通嘅民间组织，自发民间组织。近期好多嘅农民抗争咧，其实因为一啲土地嘅私有化、土地被没收，同埋咧俾人倒卖俾啲资本家咧发展佢哋嘅豪宅有关嘅。咁呢啲農民咧冇咗佢哋嘅土地之後咧，其實係好難去維持佢嘅生計，同埋咧佢哋面對緊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唔民主嘅一個地區同埋基層嘅政府，所以佢哋咧亦都同時咧希望咧可以民主選舉佢哋嘅村代表啦，同埋民主去決定佢哋嘅土地嘅用途嘅。嗱，各位市民，我哋咧面對咁多嘅抗爭咧，其實咧係好應該支持我哋嘅內地同胞咧去獲得佢哋基本嘅土地，同埋咧有一個民主嘅選舉，所以咧呼籲大家過嚟簽個名，喺大家旺角行街消費同時咧，都可以咧做出一啲有意義嘅一啲聲援嘅行動嘅。雖然今日省政府派出代表同村民談判，解除对乌磡村的封锁，但是仍然都是未成立将这个变大了的土地交回给乌磡村的村民，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份白布，如果各位支持的话，可以在你们在这个白布上面签你的名，或者写上你的心声，我们是会继续支持乌磡村村民的抗争，亦都可以咧喺呢个签名表上面咧签个名。各位市民、各位同胞，我哋同区内嘅人民嘅命运已经系越嚟越一致。如果国内系某一个民主同埋公平嘅社会环境，香港嘅民主同埋自由亦都系唔会有嘅。所以我哋要支持乌磡村村民嘅抗争，佢哋坚持咗一个礼拜，仍然都系好有信心、好有毅力，咁样去逼政府去向改变佢哋嗰种态度，去逼政府去惩罚嗰啲贪污腐败嘅地方官。虽然今日政府系承诺解除呢个封锁，而且话会交还呢个尸体，但系我哋知道，对于嗰啲变卖咗嘅土地，仍然咧系冇承诺俾翻啲村民，所以件事系仍然未解决。而且我哋知道，好似乌磡村呢一种嘅贪污腐败、变卖土地嘅事件，其实在中国各处各省是无日无之，日日都有发生，而民众的抗争是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坚决。如果中国是仍然是这样贪污腐败，官僚是变卖土地谋取私利的话，那我们香港亦都不会有真正公平和民主的前途。所以我哋香港嘅前途同國內
的民主前途其实是密切相关。如果国内是没有一个公平和民主，我们香港亦都不会有公平和民主。